包括合欢山赏雪在内，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而有四个来自英国跟美国的年轻男生在台湾住了超过7年的时间，他们玩了台湾超过90个景点之后呢，希望把这些台湾的好地方分享给其他的外国游客，最近特别做了一个手机分享软体提供下载。爱玩、爱吃、爱冒险，四个来自英国及美国的大男孩足迹踏遍台湾东南西北。2年前还做过影片，在观光局得奖。现在他们把自己玩过的景点做成手机 APP， 要分享给更多游客。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是这么好玩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介绍给全世界的朋友。博物馆、海滩、神秘的步道，从北到南，他们玩过的景点都详细介绍。好吃的餐厅、便宜的旅馆，还有夜生活往哪儿走，全都有地图标示。而为了拍照，各自花了许多心血。我们等2个月，因为就是早上天气都很好，但是下午会下雨，所以没办法去，所以我们要等2个月才可以去。不过因为旅费实在有限，初期下载 APP 还是得付费。当然是如果是免费的最好的，就是现在我们花了很多钱，因为每次要跑到高雄要坐高铁什么，然后那这个 APP 也要花很多钱。菲尔表示他们也找过观光局谈赞助，只是还没下文，未来如果有业者赞助， APP 就可以免费介绍更多台湾之美。记者林中武、邱福才台北报道。